是上课在这里做，还是在上课的环节？非常感谢，并且各位省市代表代表的安排，并且还有让各位省市代表能够平安舒舒的离开，各位谢谢。谢谢。
连市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修睿再次欢迎我们的第七大会副副议长于宗彦、于副议长，以及新竹立法委员黄文正、黄议员许国山。祝你心疼欢喜民，日夜必有奖先生。方慧伦、潘伯廷为咱奔波不罢休啊，这就是太祖万岁，啊也是咱新华组大姐咱的先锋官。这公虽然输，啊咱向前，参。
顺风千里遥闻，大家真诚求参会，求谢谢，会当消灾解厄，福气绵延。千里顺风一路行，福禄寿喜临门庭。岁主耶主年，恒良吉祥，永天上圣庙新妈祖，奉祖八公祠。头一日，咱祝参随圣驾，来到向咱观世佛祖参持，感谢佛祖的灵感，护持咱地主一路平安，人人手松脚轻，修修无边福报。也愿在咱德仁寺观佛祖之前，至心归命，顶礼叩求，吉利吉祥，平安万万。到观世音后，香火接信众观天下，加咱的感谢，感谢咱主理委员许小姐。对着咱梁天骄，坐坐咱的高房站，予咱会当圆满第一天的主驾庙。啊，即阵咱梁天文武殿头来拜礼。并且咱德仁寺观世音佛祖众先生欢喜甲咱入寿，啊，罗古车啊，请一位到定点。
续向上的精神。天平好坏，好离妈祖殿，天满地。
并且各位先生代表直接来参拜。祝福咱各位先生代表家庭安全事事如意，感谢三位，谢谢。不能说跟咱各位朋友还有咱朋友之间各位先生代表，感谢各位同事莅临，请各位同事祝福您参拜。谢谢各位委员，开始为您派各位委员参加参拜环节。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